永平君有几大美德：低调，要是有什么临时不凑成，随便找一家如意圈的分号进去对上，一天营业以下的东西随便拿。爱生活，好问，你觉得饮泉水榭的力量和雍州三殿下的生命安危相比，父王会如何选择？不麻烦别人，不用麻烦了，拿一些青州黄的小米，再加些燕窝就行。乐，别发呆，看我造型谁哇塞。